长打率都事实上是下降，但是长打率又有时候会受到这个打击率蛮密切的一个影响，所以我想有些比较对，哎哦，反应快，厉害厉害厉害！今天两个投手的手背的反应呢也相当快，我这年柱这个球呢是反应的非常的迅速，把这个球给拦截，我们来看一下，瞬间弹跳，那是一个弹跳啊就得接到了，没错。那也很清楚啊，如果是弹过他的手背范围的话，游击手要来处理的话也比较困难一点。